发改委副主任林威良昨天表示，国有企业和重要行业改革将跨越深水区，电力、油气、铁路、民航、电信、军工等重要领域已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，电力、石油等竞争性环节将真正放开，其中石油、天然气、盐业等重要行业的改革方案即将出台。